把所有的老师的话合在一起，无外乎就是一句话：本本分分的做事儿嘛，清清白白的做人嘛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是保元爱情的节目，所以我们再加一句嘛：认认真真的谈感情嘛。就这三句话，你们都做到了，我相信你们的困惑也就解决了。如果没有感情，不如早点分开，何必将就？如果你们这段感情还是因为跟那个店的利益有关系，说清楚，分好利，也把感情分清楚。